今天看一下这个出生比指甲盖还小的鸟，现在已经这么大来了。你要吃啥？你要吃饲料还是要吃虫子？吃啥？它自己会吃现在。要人喂？你把这个虫子吃掉吧。这万一太小了，所以没放到外面，放到外面早没了，早被其他鸟吃掉了。哟，这么猛！干饭，你啥时候学会吃干的嘞？干的饲料放到里面，它都不吃，那种很小的颗粒。它们其实可以喂小米的。扎实这种鸟是，快点快点快点！真能吃，你看它有多能吃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钻到嘴巴上了，吞咽能力是真强，这鸟，其他的鸟没像它这样。来，这个也能吞进去，服了你了。那舌头舔了舔，那就吞进去了。还要，今天没给他放湿的饲料给他自己吃，今天放了干的，放了干的他就没吃，就吃了几个虫子，等着人喂。差不多吧，差不多饱了吧。还有。你别噎死了。还能吃啊！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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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别噎死了，撑死了。这里哦，好像有树狼一样，现在食物都在它的脖子这里存着了。它不像文鸟那些一样，小时候有树狼，它没有。还要吧？我操！还能吃？哇，行了，吃饱了。之前不是秃头吗？秃头是他那个啥，毛没顺，然后给他洗了个澡。天气好了的，今天好冷，今天降温。要干啥？要栖息了。他要栖息了，但是刚刚那是，也是，就是集群的一种声音，就，他们是群居的嘛，集到一块就会那样。看，猫都蹦起来了，还在弄嘴巴。